das Trommeln des Kleinspechts.没有人知道它，没有猎人能够用子弹射中它。思想是自由的，我在极境中想我所想的，便是能够让我愉快的事。没有人能够阻止我的愿望，这是因为。 思想是自由。